仔会在一起包一个糖菜好吃啦吼，哎，好，女人的心理就是这样，希望在我生命中开出最美丽的花朵，那个花朵就是生命中的感情。安那的来个听首我的心愿，就是最大的心愿，预先带来这首《Emoji》，撒卡西的，掌声鼓励。離れる人先ます。